欢迎来到紫微解密哈，我们今天来讲吉他女孩的这个命盘哈，这是很多父母关心的亲子教育议题。目前她的年纪是17岁哈，17岁正是一个叛逆时期，但是本人是说已经过了叛逆的那个不想读书的年纪了。我们来看看哈，如果你生了这样的小孩，你该怎么做，怎么教育？这个路要一次走对哈。同个命盘的人上千上万个。能发的大概就那几位，你是其中一位吗？不要认为命盘就可以宿命的决定你了、哦、就人没有那么低阶，没有到像动物一样那么容易被预测。但是如果你一直做一些动物的事情，那当然很容易被我们预测到。好，来，这个女孩，天象在亥宫，天象在什么意思吗？龙木宫在权，这个权什么意思？甲连破五阳，甲连破全这里冲这里，新居阳曲仓有没有跑到奴仆的三方呢？就算没有跑到奴仆三方哦，这个权在这个奴的三方已经拿了三个，所以禄权科技中的禄权科是在奴三方，什么意思啊？他其实是要为众生做些付出的，既在兄弟啊、哦，两个意思，家人，他要付出。妈妈个性，巨门忌，那妈妈到底会帮他？不能只看到忌就说一定不好了哦。妈妈有帮他，不然家里吉他怎么那么多？当然有，只是讲话比较巨门忌一点，不能说得太明。巨门忌什么意思？上课了哦。这个看八字就知道，妈妈情绪有点波动，蛮波动的。要不要离家？其实离家好，因为会内耗，英雄都会内战的，何况是一个吉他女孩会内耗。你要成为老鹰哦，你一定要飞出去。你不要认为说我在那个巢里面可以当一个雄鹰或个大母鹰，不可能的事情，没有这个事情哦。分析他的本质八字哦，毕竟这个命盘来有一模一样的调出来，没有，对不起，没有一样命盘。这个正好这个金四局的22号就他唯一一个，所以调八字出来就好了、哦。来，八字在这边，有成合金，有成合金。我问了他一句，朋友很重要哈、哦。那么讲义气哦，义字当头，倒过来写，我拆成我，这个是王，这个是哦八，啥意思？观众自己领会啦。这是过程，必经的过程，命理师不能说破。朋友有多重要？你不是三官格吗？靠才华的三官身材格啊，身是21分，21分你也够用，毕竟你是沉水里面带水啊，成为水库嘛，而且有金来生嘛，又有成合金，命硬嘛，你吉他是硬练起来的，如此而已。哦，这个时辰是正确的，只不过合多成仇讲义气，然后需要人家来带，不然呢有点保守，即将进入了一个人生的一个。比较飘荡、怀疑，不知道我人生该往哪走的时期、哦、什么时期？你看看哈、哦，这种身弱的，不能算真正身强哦，但它其实是以身中可以论的、哦。现在是10岁大运，乙巳，然后即将进入丙午丁未，20年的火运，这个火运对他来说好不好？虽然辰中这个是春天，春天还是乙火，但是呢、哦，毕竟对身弱来讲，他又没有经过最早的这个土的历练，那直接走火运好不好？上我课都知道哦。老师他跑去玩，对，会跑去玩。现在勤练吉他原因是因为这个木透出了，他去水生木了，而本来就是三官格，所以喜欢才华的才艺的东西，不喜欢什么读书。家长就很担心了，
那我要问各位家长，你会觉得读书比较有出路，不读书更没出路？那你知道现在博士失业的有多少吗？要竞争，有没有第三条路？你一定要那么竞争吗？有没有第三条路？人类的愚蠢跟愚昧就来自于说，硬要把自己不是的天赋、没有的天赋，然后跟那些有天赋的成功的人来拼。你为什么不找到自己的天赋，做自己快乐的事情，然后这样子成功的能量才会强大呢？这是量子力学啊！劝不听，妈妈劝不听，她要讲义气，那就意志倒过来写。好，等到最后结果发现自己原来是这样之后，OK，那就专心做事，要结早点结掉，要弄早点弄掉。那只是20之前哦，我们还要看那流年是不是跟火有相关呢？现在是癸卯年，刚好了，它是丁壬年生的，壬癸加乙丙，现在是17嘛，17岁，18、19、20。即将到20哦，这时候就丙午了哈，看起来是在19岁的下半就开始会有这个事情的，明年有个机会哦，因为毕竟你是在什么运开始苦练的，你是在这个运开始苦练的，而且你苦练的时期哦，你还真的做对了，专注一样，因为它这个食神哦，食神是专注一样才华，那明年是伤官年，预测嘛，这个伤官见官。人说为错百端，但是有才可卸的时候不足为惧，把能量发挥掉、卸掉就好了。要去比赛，已经过中秋了，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先行，先行明年的气，所以甲辰之气宜。但是如果一般已经长大的人哦，我以后会拍一个影片给大家看哦，癸水遇甲辰年。伤官，那对各位女性来讲，就是要管夫出是非的时候到了，一定会有吗？哦，要看你全局有没有印来克，有没有财来泄。甲乙丙，那这2年好好发挥，可是即将要考大学，那如果你考了大学，要在本地还是外地？我是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来讲，不是用命理师的身份来讲。你要增广见闻，要往这个世界的中心走。世界中心在哪里？没有人会说是在本地嘛，哈，就是你要到外地去看一看。你要去美国啊，也可以啊；你要去欧洲也可以啊。家里有没有这个钱？有没有资助？比较难哈，这个比较辛苦一点，因为它是身弱逢财劫，所以家里大概是没有办法做这个事情，靠自己就好了。这个能量逼出来的话也是很厉害的，只是何多成愁。河多沉舟什么意思啊？河多沉愁，这个愁发愁的愁，最后会让自己仇视自己。这20年的悔令，如果没有人来带的话，他就一直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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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想好了。等到40，看接近40的时候，还有没有土年，让他可以先行。戊癸合火，事业来合他。那他是人在外地还是本地？申辰合水，半合水，合掉两柱的半合的辰变成水，见其甲木，其专业技术才得以发挥。那问题是，你是绑在家伤官见官，木克土，还是你在外乡打拼，有用才华来赚钱，这叫成格。所以一个人哦，还有这样八字。你能照我的话去走吗？不行，我们不能干涉其因果。我们就像一个人生顾问，你可以在这一年的时候这么做，或者是你的一生可以用这个路径，而且一定会找到你自己的天赋，就是你自己喜欢、你兴趣的事情，符合其性向，不是硬压着你偷袭下去，你就叫读博士。痛苦啊，忧郁啊！如果这父母说你就给我做公务员，可以。送他一瓶百忧解，一生无忧啊！这里会出问题啊！他不是这种格的人呢、啊，不能做这种格的，他很痛苦，就是安稳符合他的
保守性质，但是不开心，他是想要发光发亮的，这个金那么重，你为什么不是去众生那边去表演呢？然后遇到好的老板天童权，然后又有名的老板来帮忙他呢，不是很好吗？好，那么换一个方式哦，就是假设父母希望他相夫教子，做一个乖乖女，乖乖女，猪年生的乖乖女。那么呢，我们看看哦，他从14到23的时候，这时候应该还没开窍了，闲时不作用，只是任良子想找对象吗？任良子又是大运的子女宫，那对象会进来吗？庚寅五运同还好没飞进来，己午贪良戌没有飞进来，到24到33的时候，这时候有没有可不可以找对象？辛巨阳曲仓，哇，辛巨阳曲戊贪寅酉鸡没进来，辛巨这跑到他的大运子女宫，但是先天的夫妻宫有右臂加天月，如此的漂亮，只贪右臂天月。老师，如果他是找同性一样吗？这个问题我常常被问，不是一样的吗？有差吗？意思就是对方就是有右臂在身，有天月在身啊，叫双女人。那你要这样子吗？那你要用福气来换的，你有够强的福吗？当然，虽然你不缺天魁啦，天魁主男生嘛，但是你这个天魁还是要贵人帮忙，是你够努力，他有够努力，所以他的其他的功力还是可以的。然后官禄宫是自冲的，就是到处跑的，然后加上自化权的，蛮累的，劫空地劫不宜做，三空加身的。不宜做什么囤货的事情、股票的事情，他也不懂，没关系。金空则明，那你要用什么明？其实他应该去教学，做教学。表演这个事情还是要看面相的哦，所以教学比较好，会尽责的把能量放在奴的三方，这路就走对了。可是毕竟八字他这个气是锁在什么一个？在寻寻觅觅，在找自己，这种叫找自己，因为他身不够强，要找。他不是最强的年份，这个是最强的年份，最强的时候啊。但是最强有个前提啊，你当时要准备好，之前准备好，这身跟尘还是合成半合成水的，水见木要飘的，到处跑的，符合他的官禄宫自冲啊。我好像解数学题，大家会跟不上，对不对？比较难，对不对？我们要看的讯息量真的很多很大，它就是一个出外的，然后要跟人接触的，去表演也好，去做教育也好，这样能挣钱的。那该接受历练，我们觉得还是要接受，不能说啥事都不干，然后你就说你要赚钱。这两运努力点，到了40，该是你的就是你的。只是如果你没有准备好能出外的技能、奔波的技能，那是无解的哦。所以他自己说，他以后要走吉他这条路，教学这条路，可以理解，这样也好。只是你的走法不能只在一个地方固定而已，因为你官禄宫是自冲的，你会努力，但是自冲的能量必须出去，往外走，不然你卡在这个夫妻宫上面哦。那大概就是错误人生了，能量全部跑掉了。20到33还回不去阴摊哦，那你是记录夫还是要冲关呢？不要做工作是不是？还是你要去奔波，这样才好。那人还是有一个相对好的运程嘛？有，因为你对一个还没有社会历练过的人来说，假如说你要这样这时候发，难度很高哎。财年怎么让大家发呢？又不是身强，身强还比较容易，可是又没有经过洗炼，这个水要经过土的洗炼哦，土克水，它才知道蜿蜒，才会有美丽的长江黄河的河流啊。所以我认为要到这个运的末期，才会
好，三四到四十三的时候丁音的时候就已经有给人家给他钱了啊，能挣啊，新剧也好啊，提早可以这时候可以哦。毕竟在这个丁位的这个晚期，就三十六、三十三、一三二、三三三四、三十五的时候，这个未土进来啊，未土未跟亥合木啊，在某个地方可能在教什么东西。或者木嘛，木就是让它发挥东西嘛，但是不要困哦，这种是我们没办法解的，这困住在这边一直想的话，它是有一个副作用的，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，因为没有历练嘛，没有历练才一直想嘛。然后坐在三四到四三的时候，这个自化权自化忌，戊贪又忌，天机自化忌，那你是科忌同宫纠结，还是禄忌同宫纠结呢？还是自化权自化忌呢？那相当纠结啊。外面有贵人有钱，怎么不出去呢？那如果去搞感情呢？任梁子左武，任梁，哇，那就比较麻烦了哦。然后呢，这个夫任梁子，任梁子，这到底是去跑去找人家，鸡舞贪凉，交流闲词，还是绑住你婚姻关系？这个就是完美绑住。命理师最喜欢的哦，收了什么钱？这绑住的命运啊，他完全走错啊，所以要年年来问啊。看你自己哦，就是解决不了，因为走错，从一开始走错，那后面绑好多年了。那为什么走错呢？福不够，福不够很容易走错，福够贵人多，福够会有人牵，福够耳朵不会硬，福够。都会去做对的事情，你的磁场就会好，所以还是要去做善事。你能理解这个东西吗？不是你努力而已啊，努力很多人都努力啊，比你努力多了很啊。那你有没有做对的事情？有没有做善事？然后要因时因地，然后你的天赋、兴趣、你的人格特质全部都符合，你就会成功，能量就会出来。以上就是天象在害的其他女孩的。分析，订阅我，找到属于你的路。